锵锵三人行，还是要向晃姐双重感谢啊！一个是把咱们的这个大建筑师啊，张天师、张永和、麻省理工学院的建筑系主任都到咱锵锵来了啊！再有一个，德国的军服都送给我了，东德啊、或者说是，是什么德意志民主共和国？原德意志原东德嘛。嗯，对。你看这是这个什么砖头斧？不是砖头，镰刀斧头。你看这军装，谈建筑嘛，就想到砖头。啊，对，很你们都是，你看你又是建筑师。又是血拼团团长，那天专门聊购物，没错，专门跑到德国去购物，然后晃姐穿在身上，我穿着更合适，送给我了。对，哎，真是有缘啊。那咱们今天呢，该聊点实事了啊。最近有一段视频，厦门，你见过吗？一帮少女斗殴，就打一个这个女孩，但是他们呢，可能是拿那个手机的那个东西啊，拍了下来，然后上到了网上。我们来看一段，在特别火爆的，咱们不能放啊，放一点，大家了解一下情况。加油！这一上来，加油呢，旁边有人。大声点！那我放一下。好，下播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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你看看，好啊，好。今天咱们加油。好，给你手机嘛，我给你背呀，好背的呀。哪边都背了，背了，你背了。这是。兄弟们，老三，超三了，你看，刚上头了。这是真的干的太多，我干的。阿家都发，阿家都发。马过去一叫我，操你大爷！枪枪放了吧。这我还是头一回看着，但是你知道搞媒体的啊，你在香港、在台北，包括在大陆啊，这些年这种事儿听得太多了，就是一个女中学生，甚至是女小学生，就被一帮孩子打。有些时候就是这些女，尤其是女孩子。把他衣服都扒光，然后让他一个人在街上那么溜达，那么打他。你说这事儿，晃姐你看了是什么感觉？我觉得这个就让我想，因为你看他旁边围观的人哈，好像就是在看比赛那样的。他还加油呢吗？还不还喊加油呢吗？嗯，就让我想起美国就有些色情场所里头的话，他会安排一个女的在，他叫 mud wrestling。就在烂泥里头摔跤啊、我见过，但是他要两个女的穿着三点式在烂泥里头摔跤、这个是一种色情场所的表演，我觉得这个就有点近乎于这种样的，因为我没有想到你真是另类啊，你是性感的角度，不会这么，这种小，你看这是十来岁的小孩子嘛，哎呦，你说的那都是成人的吗？是，但是这个你要旁边有人喊加油的话、其性质已经是很相似了，就是你有两个人在摔跤，完了之后旁边有人在这儿说老实话，就等于就是在那儿。其实这个还不能说是最近出现的，我记得我小时候上学，那还文革的时候，这也许没被注意到，其实经常有这个女孩子之间的这种暴力。在学校里，我记得单双杠那儿几个女孩子，往往是因为班里哪个男同学多看了她一眼了，什么噼里啪啦就真打呀。到现在人家说阴盛阳衰了嘛，说有一个人有个儿子嘛，说到学校说比我儿子个小的女生拿砖头追着我儿子满操场跑，说那男孩子越来越颓了。野蛮女友。哎，对，你还是这角度。就是野蛮女友，就是说女孩子现在的话，我觉得其实。中国人的这个表里不一哈，是特别厉害的。比如说，我们是最反对官商的，但实际上中国最大的公司的话，肯定是有政府背景的，对吧？然后的话，女孩子我们是永远提倡要淑女娇滴滴淑女，小鸟依人，贤妻良母这样的。实际上的话呢，到最后的话，其实女孩子的话都是特别厉害的。你看，就有好多。包括这种样的现象，真是暴露出来的话，也是能揪头发，能撕，能那什么，都是。这你小的时候干过这事吗？我是这种外头特张扬，但是叫什么外强中干，就是那种被打的，属于那种被打，一看人打啊，就别说看女孩子打女孩子，男孩子打男孩子，我就一看见我特怕疼。张老师，你怎么看？
我怎么看哈、啊？因为 我有一个跟你有关的角度，但是我先想听听你看的这段视频，你个人的一个第一印象是什么？我因为原来也都是去那个挨打的，所以我看了真是觉得，其实倒不是暴力哈，嗯，是实际上就是其实那观众那个让我觉得特别那，觉得对暴力的麻木。反正我只能就给自己自我安慰，我自己还是麻木不了，我看着还是真别扭。你看汪汪小时候被打的，对对对，后来长大都成才了。你看韩信是吧，那你看你这现在大建筑师，好多作家不都自述吗？你包括葛优这种，都说小时候是属于那种老老实实的被人欺负的主，但是你看这种人他深沉，他大了之后他还是说他积压的这个心理能量大呢。不是他你不敢上街，那怎么办？都在家待着，在家就是啊，做点功课嘛，就是。我就记得我就特别，就小时候太懦弱，有时候想起来就汗颜，就懦弱的胆小的那种程度啊。我小时候我记得总是我哥哥帮我打架，跟比我还大的孩子打架。我有一次看见一个女孩子，哎呦，骑在我哥哥身上，踩着我哥哥两只手，往我哥哥脸上吐嘛。这种侮辱，你像我当时小男孩，哎呀，我到现在想起来反而觉得太丢人了。我当时怎么就吓得不敢动呢？太懦弱了。后来我跟我哥哥一说，我哥哥说哪有这事儿，你瞎编的吧？对，你想象，都意淫，意淫，没错没错。你说啊，这种事儿，我为什么说想到跟你建筑有关呢？嗯，他们在网上聊，都是在说这个那个青少年的暴力行为。嗯，我突然偶然翻一本书，这你肯定知道，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。这个一个加拿大的雅各布斯是个老太太，她写的这么一本书，好像是60年代，对，很有名的。对啊，现在看书都是翻了。我一翻呢，这老太太恰好说到一段街头青少年这种斗殴打架，就她对于城市啊有个很奇特的观察。他就说在美国，你这个有些人太艺术了，或者说太喜欢秩序了，把这城市设计得像棋盘格子似的，这儿一公园，这儿一绿地。但是呢，有的公园没有人去，大人也不会去，慢慢就荒废了。实际上呢，这种公园里往往是青少年犯罪打架捅人特别多的。他的观点是什么呢？因为在传统老社会里啊，孩子们都是在成年人的眼光看着下玩的。比如说他很推崇什么呢？老街道。他们比如说老街道吧，孩子们就在人行道要宽，人行道很宽，孩子们在人行道上玩。那么家家户户的窗户啊都会有成年人这么看到。对。而且不时会有，他就甚至这老太太他算到这个程度，比如一小时内这条人行道上有10个成年人走过，他就发现呢，这条街上小孩们玩耍最大的冲突也就是喂块糖吵几句，一看成年人过来了小孩就散了。但往往是这种现代城市的这种规整的这种规划呀，造成了一些死角，反而特别容易发生刚才看见的这种事儿。那这老太太呢，就是基本是一个纽约的化新民，实际上是这么回事儿。他是怎么回事呢？就快拆到他们家了，格林维治村。嗯，他就在想，怎么当那钉子户？他这最牛，纽约最牛钉子户是吧？他就想到最后，像重庆的那一对儿是吧？哎，对，他就是说，我其实就他保的就不是他们家，他要把这种老城市这一块都给保下来，保着这块我们家也保下来了。哦，他是这么回事儿。不是，这是他的动机，要不然他就是为什么那么大就是干劲儿呢？是这个。可是他的确呢，他又不是专业人士，他不是建筑学家，他不是，他是个就是知识分子，是个学文科的背景，大概是这样。他就开始把这个新城市、老城市就比较了，比较他得出很多的点。那其实这些很多的这些点呢，就是它，所以它构成的呢，就是古老的城市里都有，是所谓的现代城市里没有了，所以它实际上是对现代城市批判，说这些老的点都回来。那其中就包括你，它就是你混合使用，它比方说这安全问题哈，嗯，你晚上，你也不是说老在看窗外，在白天这还看窗外，因为什么？楼上有人住，楼上没人住谁看啊？对，到晚上呢？
居民都睡了，可是转把角有一24小时便利店，灯火通明，起到这个监督有没有陌生人，有没有犯罪行为。哎，所以这混合使用它也不光是这安全，那像今天咱们说它还节约能源了呢，你下楼你也不用开车，它多方便，就环保，买了东西。它这是个挺有意思新角度，它就这么一个很多方面都给分析了。咱们先去一下广告，我还有问题跟你探讨。锵锵三人行，广告之后见。晃姐是喜欢街上晃的。我是喜欢街上晃的。但是我要说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 啊，那个叫这么分析，我刚才听了你们俩人说的，这个老太太说的，还有你说这城市，这个和谐社会跟你们建筑师有直接关系。哎，是，我就是悟到这么一点，对吧？所以建筑学并不是没用的。就原来这个人呢，是住在一个格局里，他这个格局本身会影响到他这个社会，他的影响他的生活习惯的和人的关系，还有人的心理，人的状态。就说到那个，就是我看的唯一的那个关于建筑的那个罗素的那篇小文章哈，他就说，他说当代的建筑给人一个特别不好的心理，就是原来呢，大家是住在一个，比如说四合院，都是互相就是一个大家，生气相通，对，生气相通，你老得跟人沟通，所以你习惯跟人沟通。那么现在的公寓楼呢，是把人关在一个格子里头，而且呢是尽量要给你建立这种私密性，就是你在你这个公寓里头干什么事儿，你特别不想别的公寓的人知道，对，对吧？既不想让他听见，也不想让他看见，所有的设计都是为了给你保密，而不是为了让大家在一起。所以这个时候人就不善于沟通了，在一块儿就容易打架。你像你那天讲到这个古罗马，我那天看一个中国作家在去看了一个古罗马的那么一个遗址，他就感叹呢，说这个罗马人呢，当年古罗马人他们自己住的房子很小，但是呢，比如说公共浴场、公共广场这些地方很大，就是他觉得是当年的古罗马人是十分喜好这个公共生活的，对，集体活动，集体活动。但是你觉得今天是不是？你比如今天像我来说啊，我就觉得有点自闭。你真让我去到大广场上跟人公共生活去，我就觉得好像还不太愿意。当然，就这个呢，其实就从我们这角度啊，就专业角度是这么看的，就说你说我今天要我那邻居跟我住同一楼的，我还真认识。可是我工作紧张啊，如果人家真的，比方说人家当然也很少了，就是说真来一看啊，你回来了，敲门就进来跟我聊天，我也受不了。对呀、啊，我还得偷偷的开门进来，都不敢让邻居知道。那是什么呢？就是说，可是有一点，你得能够有选择，这是最关键。就是说，你想交流交流，你不想交流不交流。现在呢，基本上就只创造了不交流的条件，没创造交流的条件，这是一个问题哦，就没有选择。对，其实选择是就是真的是一个，其实也可以说比较奢侈，可真的是一个质量。你看，我发现这个老太太，她就观察真有意思。她观察，好像是在哪儿啊？华盛顿呢，还是在费城？她有一个好，她认为成功的广场，有一个认为失败的广场。成功的广场呢，周围都是办公楼，于是她就观察啊，你这个广场实际没什么用。因为只有早上上班到办公楼上班的人，这个时候广场上人多了，然后到下班的时候，这两个时间，其他时间这广场几乎是空的。对。但是他看到另一个广场呢，这里边也有剧院、有俱乐部、有吃饭的地方、有办公楼，他就发现呢，从早到晚不同的时段，人们充分运用了这个广场，一直都有人，上午、下午妈妈会带着孩子来玩啊，甚至他向往什么呢？就是说，哎，我要出去，我的朋友要来到我家住。我把钥匙就放在门口便利店那里，他拿到这个钥匙之后，我朋友来了直接就进我家门了。我说这个现在在中国这共产主义太恐怖了，现在不怎么可能呢。是，他其实这里面讲的那个东西啊，就是人为什么要住在一块儿，就是说你又谁都不想理哈、啊、互相都不想理，并不是说我多愿意跟邻居打交道。其实他这里有一个就是都市生活的意义何在哈、啊、这说起来哈、啊、也这么一点。其实呢，就是在都市生活里呢，有很多的不同的经验呢，都是可以跟一个非都市生活呢很不一样的。
再回到购物哈，就按照他这书里讲，他书里可能没具体讲到这例子，可是就是思想方法一样。嗯，现在比方是美国更厉害，中国北京好多中产阶级也这样，一礼拜买一次东西，对，开车到一地儿去，嗯，逛街买一大堆，啊，然后一礼拜不进任何商店了。对对对，那这个你就不享受嘛，对吧？是好像是一种机械的啊一个。是什么是享受呢？其实上海就有，晃不喜欢上海啊，咱们知道。可是这个北京就不行，是什么呢？你工作里开俩会，中间呢差半小时。这是上海最大的好处。对，可以逛街。哎，它是逛是什么意思？你有这半小时时间，你如果坐一个出租车过去，可能五分钟你在那儿等着也没意思，你就溜达过去，对吧？你又是锻炼身体了。哎，赶上一家什么，比方说唱片店减价，嗯，你也不是说报上看了，说有一唱片店减一小条，哎，一看买两张，就是这种偶然的血拼购物，是城市生活的一个对对对对。所以为什么我就明白，有些人就感慨说，现在在中国很多城市生活变得恶质化，好像是你住的越来单家房子越来越好了似的，对对对，但是你为什么又觉得生活质量降低了那种感觉啊？嗯，哎，那我就在就刚才这个前几天咱们也说到过的那个猫头鹰设计师，嗯，戴猫头鹰眼镜的那设计师啊，我在马赛看见过他设计的一个楼，马赛公寓，马赛公寓应该是你们那个最著名的。对对对，他那公寓就是他的感觉就是说，这个楼啊不一定就不能成为一个公共城市场所，小城市，小城市。所以他那个楼好像是第十一层还是第九层，就是一条街，对，全是店，那里头还有家旅馆呢啊，那里头还有一家，下次我要都在一个楼里头，他就好像是得那楼首先得起来，就那楼不能就得架空的，不能坐在地上啊，得有支柱给它支起来，是吧？对对对。然后还有房顶有幼儿园，对对对，是吧？对，还有跑道，还可以健身，还可以健身活动，就是屋顶是一个花园，就整个一个这个楼哈，是一就一栋楼是一小区。他这个呢，当时的想法呢，就是其实现在说他是很有突破性，可是呢有点极端，就是说你这个一天到晚该干的所有事儿。工作对吧，什么休闲，当然在家里什么全都不用出这一个楼了。嗯，可是这个呢其实就跟刚才讲的跟那 shopping mall 是有同一个问题的，也有点固步自封，哎，等于是隔绝，对，是吧？哎，这个玩意儿学问大了哈。锵锵三人行，广告之后见。咱别光说外国，你这作为中国的建筑师，你而且你是这么大王大王八大海龟是吧？哎，你观察这中国的城镇，包括北京或者这些，怎么感觉？我觉得就是可居性啊，还是很大的一个问题。而且这个呢，其实就是说看这个这老太太这书啊，嗯，就是说我自己也觉得。建筑作为学问哈，作为实践都是发展的，就是说有新的建筑出现，新的城市出现，那应该在很多方面老于这旧的，可是事实上呢，其实就是跟这个老城市啊学的实在是不够。其实中国很多老城市啊，等于就是这可居性啊，所谓可居性住的舒服方便无非就是这些嘛，比现在都高。嗯，而且呢还有就是它其实这城市问题很大程度上是一社会问题，就有一个什么这个北京也很厉害，但是全国都有，就是说住一个社区哈，啊，咱们现在哎，那你呢就是有一种倾向呢，就是说你愿意跟你这个收入水平差不多的，反正等等，这都是自然的。可是你同时呢，你可能就是跟这个周围的这些居民或者这个有一个差异什么的，你就把这个你这社区就围起来，穷人区、富人区。富人区，然后我在那个东莞还见过，居然有穿着英式军装的骑警啊巡逻。上海，我们一建筑师朋友家里住那小区，可能这差异大点了。这围墙上带那种典型的那种。卷的那个铁丝袜，我穿你这身也能去巡逻了。我觉得这东德的军服当保安是吧？合适了。这业余可以多一份工作。对，那这个问题就来了，就同样就是，这个城市被割裂了，
而且就是说你这个是这个关门的小区，他也关门的小区，中间呢就变成这个城市的一个剩余地带。嗯，那这种城市三不管地带，就是现在这个在这个中国新城市里就是很普遍，所以这简直就是他那就没什么城市的乐趣了，就大家都是自己关自己紧闭。还有我觉得这跟一个社会来讲的话，人与人之间的诚信特别有关系。没错，因为我记得那时候我刚认识他，有一次那个他肯定都不记得，我去北大吃饭啊，然后呢吃完饭反正是在那儿，他就在北大结账，然后呢就在那个北大的那个园区里头，然后之后的话呢我在他那儿吃完饭呢，他就到七九八到我那儿来，然后我们在一小咖啡馆吃饭。那七九八呢就现在不行了，就那个时候刚开始的时候呢，因为都是朋友扎堆把那儿轰起来的，我们就是特别习惯的就是赊账。嗯，就是吃完了饭说给我记着啊，我过两天过来付来。然后他就满眼发光的羡慕的感觉说，你们这儿怎么居然能赊账啊，我整个北大校园里头都不能赊账。哎，那这个也就是人群，就是虽然它是一个机构，它是北京大学，但是呢它这里头这种样的关系已经没有了。没群居你得有个互信关系，而我们那儿全是散户，七九八刚开始的时候，但是散户互相都